现年56岁的资深歌手吕方本月初报喜，只拥有半亿身家，有网络买菜天后之称的太太武慧宝 Rainbow 为自己顺利诞下女宝宝。目前女儿已经半个月大，最新 Rainbow 首次透过社交账号晒出与女儿鼻贴鼻的温馨合照，并且配文新项目，令女儿的样貌首度曝光。早前吕方已经透露女儿跟自己长得很像，最新她接受港媒采访又大赞女儿又乖又好带，每天都有可爱事，令自己跟老婆非常开心。而出了名宠老婆的吕方更为太太精心准备坐月用品以及补品，又一手包办女儿的喂奶、扫风、洗澡、换尿布等等，十足好男人的典范。另外，虽然女儿已经出生了半个月，但吕方一提起女儿就非常开心，坦言仍然非常兴奋。魔方全媒，娱乐全世界。